市长，那这边还是要问一个，负责 AZ 混打高端的一个试验主持人陈志荣医师，他说 AZ 混打高端十月底会有谱，但有一个台大感染科医师谢思明正在研究莫德纳混打高端，这有望可解145万名莫德纳疫苗孤儿的困境。那陈时中刚刚在记者会的时候也说，确实有这个临床试验。那市长才说这个高端好像有在收敛，没那么嚣张。可是现在好像这个就是帮高端解套。那请问市长怎么看？第一点哦，高端连临床三期哦，就是单打高端的临床三期都还没做完临床试验，临床三期没有做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单打高端的临床三期都没有做，你现在还在打混打的，我不晓得你这个是在算第几期耶。这个都超越我们哦，作为一个正式哦医学院训练的哦，我们在一些级别临床要算第几期耶 ？Beyond my understanding， 讲完了。